好，我根本就不会等那么久，超过5分钟不出现，老子就会立刻换一家店自己吃了。我不会什么等到1个小时等到你来，我根本不可能。我跟你朋友很好笑，有一次相亲，那个男的请我吃牛排，除了他长得有点胖，其他的都挺好的。然后他告诉我说，我被前女友踢到过下体，你会介意吗？我现在还有点问题。你算得上坦诚吧，但是第一次约会就要讲到这么，就是 too much information， 我不需要知道的 information。 哎，也好，就是节省大家时间了吧。厉害的学校，我拿了奖学金，他又开始回头找我说很想你啊，很后悔，我道歉。怎么去了好学校研究生了，了不起了，不理人了是吧？哦，你看他整个恼羞成怒了，他整个递进的过程，我看到这个哈哈大笑。这位朋友说，前男友带我去汉堡王领微信优惠券，1块钱一个薯条，让我也领一个，然后硬带我到对面小吃街吃了7块钱的炒米粉。啊，我就是要以我自己怎么舒服怎么来的，不好意思啊。嗯，表演还不错。嗯。这个朋友说，一个韩国人跑到酒吧把房间卡乱扔。嗨，朋友们，准备去上班啦，希望今天一切顺利。请自己右转弯，请自己制度、知识系统、具体的医护人员这些带来的后山，所以我整个后边化疗期间，非常可怜。头掉头发就更不用说了，中副作用比较重，然后在夜里发烧了，那当时北京的疫情防控是，那这个情况如果我们去急诊，我们就会被扣下来，在那儿要等核酸化疗，那化疗之后又让他很虚的一个身体变得更加弱，我觉得我最大的一个内心的一个 battle。哦，还有就是因为我们在化疗期间，我觉得我自己的心态有一些，比如说半肝转移啊等等，这种比较复杂的病症，进到这里就说明可以说些人和人之间很真切的一些温暖。今天要去上健身课，起个大早，带了衣服，运动完之后换。今天一切顺利。最后一分钟了。
够了啊。练完了，第二节私教课，爽。哇，双层，双层。苏州的诚品书店 ，amazing！ 苏州还是很漂亮的。我们现在苏州艺术中心，这个是金鸡湖吗？金鸡湖吗？对。所以金鸡奖跟这里有关系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是这里是确实要金鸡湖吧。看那边的建筑也很漂亮。还有一个荤菜没点。我这刘海要不要剪一剪？
今天背了个书包。今天下班之后要去健身，超级期待。好，希望今天一切顺利，出发吧。运动完了，超爽，肌肉长在里面了，今天就先不晒了，呵呵，回家，运动快乐。好冷啊。一串一块素菜一块是吗？对，所有的素菜都是一块。哦，好。太冷了，太冷了。练后加餐，嗯呐，好冷。希望今天一切顺利。
模式自助在商场都遇到，有享会员专属优惠。模式自助声明机，体验无接触自助决算，会员专属优惠，欢迎使用模式自助。